成语对妈妈？其实我觉得我本来感觉蛮了解，但我刚刚听前面昌明哥他们讲，我就觉得，因为我妈从不跟我讲她跟我爸的感情故事，对我有问过，但她不跟我讲，只是因为我觉得我了解她，是因为她的个性，我还怕有不良示范呢。应该是也不会吧？但是因为她个性，我觉得我蛮了解的，因为她只要。他在家平常都是很好，但是我觉得他只要稍微变一个脸，我就大概知道他可能下一秒要翻脸或要生气。相处上的事情很有感觉，生活的那种样子，我可能应该可以蛮抓得住他的脾性的。而且，但是其实他不太喜欢跟我们分享东西，他上节目自己不看，然后我就自己会去看。他之前大扫团的东西，我都有。全部看完，我看大草团对，然后他还去跳舞，我就觉得还蛮有意思。但他不喜欢跟我聊他的心事，我们虽然常聊天，但是他都是我们都聊妹妹啊、弟弟啊，然后外面的事情。但是这蛮恐怖，因为我们在脚本上看到妈妈这边是怎么形容他跟女儿关系，就是常聊天，但我跟女儿不深交。他是觉得他关心，这是什么关系？对他不喜欢跟我聊，他不喜欢跟我深聊，很怪哎，不跟他说心事哦。不会，因为我在家其实就是角落生物。我们家每个人都很重要，就像他爸爸高大哥都很重要。所以到现在，其实我们聊了除了弟弟妹妹，不然就是高大哥以前的事情，怎么被骗这些东西的。那我自己个人的这个儿女私情，就觉得没有那么重要了。所以我他们没有问，我也不会讲啊。哦，这个我有问你也没有讲啊。哎，他们都在取笑我，什么拿姐的节目，然后说哦那个发型那个什么服装都在取笑我。没有，我们是跟你聊天，你觉得我们在取笑你，然后他就不跟我们。分享。那你知道你妈妈以前在空军里面当空姐多得了？我知道啊，你知道是？对，而且我还很开心跟朋友分享，然后他就一直说不要讲，真的。对啊，我一直跟大家分享，然后还想要帮他开一些账号，帮他分享照片，然后他就不要。为什么不要？我不知道啊。他也蛮传统，就往事不要再提了吧。什么往事？那很辉煌。往事，人家我正在松山机场当兵。哦。我庄姐在那里面，我们大家看到全部流口水啊，不得了！全部的部队将军。喊口令，我们没人在听，都听他的。好漂亮，好漂亮，这样子。哎，我没有付钱给你，不要。真的啦，这个妈妈还是有她光荣辉煌的一面。没错，没错。好的，两位号称互相非常了解，虽然不交心。对啊，好诡异哦。但是他们会聊天。会 ，OK。对，好，两位请准备第一题，来。没问题。好的，一样也是写板题。第一题我们要考的是，请问在妈妈手机里面，女儿被设定成什么名称？手机里面，哇，哎，那是说 Line 吗？还是看你们啦，这样对啊。我是大宝贝吧？大宝贝啊。对啊。对对对。对呀。对。那你知道你在我手机里面是什么吗？是什么 ？Papa。Papa 哦。那二女儿二宝贝，三宝贝。对。啊，然后小儿子就陆瑞轩。写艺名，你好过。露西派，而且差那么多啊。那个露是就是一只露，一只露的，一只露的露。露西一般。阿宝啊，成语阿宝。哎呦，成语，你有偷看我手机吗？因为我那个时候在看你的 LINE 里面的那个对话。哦。因为我有一次差点我妈拿货，然后我去看那个号码，然后我就看到我的 LINE 为什么叫做成语阿宝。哦。对，因为奇怪，成语是他的那个艺名嘛，我要写下来，然后就怕忘记，怕忘记，我忘记我的名字。哦。哦，女儿叫成语，那我们就给她写什么？成语接力，成语继续努力。那今年是龙年呢？成语接龙。没有，我就是一个很土死了，不是土象星座的人。然后那宝弟看到我在那个他那个名字，他写赵恩，好像很不熟。对，超奇怪的，就被我记起来了。没错。那妈妈在你手机里是什么？母亲大人。哦。好，第二题，请出题。第二题，请问妈妈的胸围是什么？这个问我就好了，可能会知道。问你，问你干嘛？问你，那待会你来公布答案哦。好，哎，是要什么什么 C 什么什么数字都要写这种？前面数字不要，这很难呢。数字别太离谱就好了。哦，这很难呢。应该不会，不会啊。对对对对，有一个数字在一个 38D 之类这种36。应该是36低到一啊，有时候他你们有没有礼貌啊？本人在现场哎，321亮答案，36C 哦，一夸大了，夸大一很大哎，一很大嘞。
他每次穿那个爆乳装，然后我就因为我对这个罩杯不了解，爆乳装我就以为这有道理。你怎么会不了解？我们到底你怎么撇那么轻啊？我想说应该有这么大。对呀，我为什么会猜这？就是因为我有一次跟他借衣服穿啊，罩杯大我太多，狼狼的，对，但是因为我也差不多 B C， 那他怎么会是？那你就要检讨啊！我在努力长大，那你不要谎报啊！那就是你谎报啊！没有他谎报，他一定比较大一点，没有，因为我这边比较厚。厚哦 ，OK OK， 对对。好，下面一题，出题。请问妈妈没有做过下列哪一份工作 ？A. 酒醋 ，B. 热狗店的店员 ，C. 广告业务，或是 D. 专柜小姐？哪一个是妈妈没有做过的工作？哇！我妈妈年轻的时候阅历也是很多，嗯，对呀。广告业务，我觉得可能，哎，他再怎么样，这个门面之漂亮，因为他不会莫名其妙神经病写一个热狗店店长店员嘛，不会不会，对不对？对，有没有道理？好，应该是有代三二一亮摊。哎，专柜小姐，你没有做过？对啊，你不知道我做过广告 AE？ 对啊，我热狗店不是店员，热狗店是他爸爸那个时候以前他们开那个 hot dog 有没有？哦，对，一个汉堡店，我是在那个他们公司里面当那个行政人员。目前为止他们也只得一分啊，一分啊，加油！哎，我们该不会，该不会你们家反而是就是两分最高分了吧？才三题而已，你会不会讲话？亏你还是金钟奖拿了三四座的三座三座，怎么？你应该说目前暂居第二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目前是对亚军。好，下一题，请出题。好，请问妈妈觉得女儿最大的缺点是什么？最大的缺点，这一题很难答对。嗯，因为最大缺点等于是茫茫大海捞针呢，有一点缺点那么多，你要写哪一个？多如牛毛，小小的，这很难。来看成语的，最受不了。一二三。管太多，要死！女儿会管太多。管太多，她很好笑哦。她去 KTV， 大家都在喝酒，她一个人拿个保温杯在那边。对，然后我会管她，就是因为她有的时候玩的比我还要，所以我就会啰里啰嗦。她要出去，我就说你要去哪，不要喝太多。直接她就说我管太多了。因为我一耳进一耳出，所以我就没有听，就不会觉得你管太多。外面玩的比较嗨，对对对。对我妈玩的比较嗨一点。哦，挑食哦，她非常挑食。对啊，挑食也是，就我从小蔬菜都不敢吃，他所有的东西几乎从小到大，我的手指头都数得出来，他可以吃什么东西，他爱吃什么。嗯，他挑食偏食到他可以长这么大，我真的很意外。对啊，真的蛮严重。也长个子啊，啥都没问题。对啊，所以基因还是最重要的啦。我什么都吃。你在嫌什么？你有长到脑子？我在嫌什么？我在嫌你啊！气死我了！好，下面一题。好，请问妈妈上一次哭是因为什么事情呢？哇哟！我这个要想一下。妈妈的眼泪，而且是为什么会哭？全世界最珍贵的，感动的时候，嗯，但特别容易，但是阿妈就是我的妈妈，哎，她上一次的眼泪，你知道是什么时候？嗯，应该就是打哈欠吧。黑起老板油毛不换，黑起老三辈，哈起老板赛，哈起哈干老板赛。好，来两位，来流眼泪是家里吵架，吵架开刀，开刀，家里吵架，没错没错，答案是一样的，对对对对对，拿孩子开刀，对对对对对。什么事啊？家里吵架，开刀已经很久之前啦。我本来想写追剧啦，看连续剧的时候哭，这不算啦。我不太常哭的嘛，对，他不常哭。哦，所以上一次吵架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家里晚上会起一些争执，然后就会。那你们通常都吵什么？哪一类的事情啊？其实都小事，很小的事。当然啊，因为可能有的时候被吵醒，那有些人就是可能喝醉了回来，有一些有人就有人有人人有多醉了回来，然后关门太大声，然后对情绪压力来出来大吵架，这样就是他们可能兄弟姐妹之间的那个，然后我劝架或什么，然后难过，我自己是忘记了啦。对啊，因为他不常哭啦，他的那个比较硬一点，他情绪比较乐观的。对对，其实算开朗微腔，但是他私底下他自己的抽屉很好，他悲伤的地方不让你们看到，对，他不愿意讲，他不愿意分享出来啊。好了，我现在要哭了，我们只答对一题。OK OK， 好，不要再
记忆混乱了。下面题。好，第六题，请问妈妈心里面对女儿感到最愧疚的是哪一件事情？哇，这个不容易耶，这毫无头绪耶，这题好难哦。我觉得他们的关系就是靠这种围墙在延续的，对，就是都有点忘记就还好。有时候我们在这个答题当中啊，还可以慢慢去潜移默化感受，妈妈的心理是什么，女儿的心理是什么，女儿那个打工，然后呢当老师赚到的薪水，帮爸爸买一个小东西，我们感动到哭的，真的，对，写一封信我们就感动死了，就是啊。然后一转身他就跟弟妹讲，投机总要十八米，我还有这种事情。一二三两来造成阴影，我只想到这个而已。没有，因为有一次就是我只记得就是我妈要在那个国外，然后要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伤害自己，然后导致我后面不喜欢再去那个国家，我只想得到这个东西而已。对，那个我忘记了，所以对，因为他这个东西已经被他自己抛到脑后面，选择性的他都忘了，他都忘记了，你何必带着这个阴影？对啊，不要有这个阴影，过去了。因为我没有想到你还会对我有愧疚任何事。其实我妈妈的愧疚是觉得啊，没有好好培养女儿出国多学习。哦，没关系啊，因为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有上网查，出国是蛮花钱的。嗯，对，所以我其实那个时候也觉得不一定要。不一定要啦。对啊，对啊，我觉得在哪里都可以展现自己。出国也没不见得好。对啊，在哪都可以展现自己。回来他这路边就吸了。来下一题啦，下一题啦，下一题啦，来来。哎哥，最后一题喽，我们要上道具。来上道具，来来来。哇，这三件辣妹装，哪一件是妈咪的战袍？最后一题了，你要加油。战袍，我可以下来看一下。可以啊，你可以摸。嗯，这都是你的吗？不是吧？我还让你闻味道。闻味道，对，不行，那个味道一闻就知道了。等一下，喂，你可以看一下，你可以看一下罩杯。对，我跟你讲，罩杯对不对？我刚刚就在看罩杯，是不是？因为我觉得这一种没有杯的了。我觉得这个这种没有罩杯啦。可是这个很不像他会穿的衣服。那件很像那个宜兰龙凤卷，龙凤腿还是什么？龙凤腿，腿龙凤腿，炸过的。但有时候如果是要登台作秀，这也很难讲啊。但这件太睡衣了啦。我觉得是类似这一种。你选一号，我选三号，正确答案。我也是选三号，我选二号。我可能是二号吧，这个啦。啊？是谁？好看，真的假的？那个你闻到那个味道了，闻到了，就叫做女人香。这我之年轻时候穿的啦，现在不敢了。没有这个不可能啦。他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对呀，这个太保守了。那个有什么好不可能？这个太露了。你就是穿这个衣服啊。一号没有三号露，哎。对呀。三号这个又露腿又露胸，这个是现场我们把换一下，换三号可以。换一下，换一下睡衣耶！我不出其然，两分是高分的，怎么会有这么一分？现在暂居亚军。